综上所述，可见生病与否的诊断取决于症状之有无，完全不需仪器检查。从因解除病症的治疗，只需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，也不必再细究体内有无异常及组织受损。好，这里哈、哦，也就是你们应该都可以理解了。现在要诊断生病与否，要不要仪器检查？根本不需要啊，因为症状可感可见啦、啊，我们就可以从果推因啦、啊，所以当然可以判断生病与否啊。也可以从因治病啊，所以只要你处理体伤跟热能不足这些异常，也可以改变啊。那即便障碍了，造成患处体伤，再由患处体伤导致病症，还是可以解决啊。那我里面唯一没有谈的就是怎么样，组织受损有没有？那万一他组织受损呢？体内确实是疾病啊，那原始点。不知道啊，因为看不出来啊，那有办法处理吗？对不对？但是我这里已经讲了，只要组织受损，必属患处体伤，有没有？那患处体伤，你只要把热能不足改善了，体伤改善了，它会不会修复？一样会修复吗？根本不要管体内的，你体表有办法处理，体内的其实处理方法一模一样，这就是简单的讲，原始点没有表里之分，因为整个身体哪有表哪有里，你只要够身体运转正常，它表也可以修复，里也可以修复啊，这才是关键啊。好，那讲到这里，因为还是要放案例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很多都是新来的哦，因为这里我认为是也是重点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脑震荡。脑震荡案例，我要感谢张昭憨医师给我们机会学习延时通点疗法。在2011年5月13日，我和太太参加了延时通点疗法的5天课程，在第三天的清晨。我在户外做肩伸运动，脑退走，结果一不小心顿时失去平衡，后脑着地跌倒下去。我迷迷糊糊，好像失去了知觉似的。醒来发现鼻孔流出一些血，我自己人觉得还可以走回宿舍休息。过了一会合，头部感觉到又晕又痛。开始反胃吐了起来，张医师帮我按了之后就感到好了一点，可是头还有痛和晕。张医师说按了之后还有痛，就肯定是头部组织受损，最怕是有了淤血，就必须24小时做温敷，喝人参姜汤，早晚按一次。如果3个月不好，6个月一定会好的。开始了头2天，不想吃也不想喝，眼睛也看不清楚，背部很痛。背部做了延时通点疗法，1个星期之后，背部不痛了，胃口也好了，经常的打嗝也没有了。第2个星期之后，头不痛了，温敷就减少，人参姜汤还是每天喝。我一直都没有去看医生，可是我的心里好想知道我的头部到底怎么样。太太要我等好了才去看，因为照 CT scan 的放射线很伤身体。2个半月后，我去照了 CT scan， 医生很紧张，说我的头颅裂了，没有淤血，但肿还没有完全消掉，要我明天回去看报告。医生兵说我的运气真好，才没有淤血，没发生大事。结果医生又说没有什么好治疗的。3个月后头晕也好了。医生可知道3个月来我的太太为我连续每天做延时通点疗法，已经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。感谢张医师的无私教导，教导我们新的简易的保健方法，
延时通点疗法。谢谢。谢谢。脑出血案例，患者叶先生63岁，于2011年3月30号在骑自行车送货物途中瘫倒在路边，经路人报警送至附近医院急诊抢救。入院诊断：一、脑出血；二、原发性高血压；三、电解质杂乱。住院期间，其家属向我咨询治疗意见，我建议采用原始点为上策，家属采纳我的意见，于4月20号入院3周果断出院。当时家属为他购置了瘫痪用床和手推轮椅。出院次日4月21号清晨，我带上光盘去患者家中进行头部原始点按推，并煮内服姜汤，外用外热源。除未停用降压药外，其他一切治疗手段停用，也教会家属手法操作。白色处代表出血，处理效果十分明显，1周后患者可下床走动，1个月后生活基本可自理，当初准备的床和轮椅均未使用。4个月后8月15号颅脑 CT 复查，血块已完全吸收，脑结构基本恢复正常。于2014年6月5号再度登门造访，患者一切正常，并可操作配锁。出血处已恢复，前后历经4个多月。这两个案例显示，一个没有检查，但他摔倒的时候，我揉下去，他没有改善，我就确定他怎么样，里面有组织受损。我说也许在出血。我那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判断？因为他鼻子都出血了，然后揉了又没效，我认为应该是颅内应该有出血。但我一直建议他不要去医院检查，因为我担心真的出血，然后去医院检查，接下来西医会怎么搞？开刀啊，开颅啊，那一开了就毁了。我跟各位讲真的，因为这个组织受损是不能这样开的，脑出血是不能这样开，开只会加重，不会好。所以我当下就是叫他用我的方法。那当时候，那个树他们还在，就是他举办的，啊，那他应该也见证了那一场。结果他们还是照我的方法，啊，就是忍耐。他很想去照，但忍耐了2个半月以后再去照就没事。为什么？已经修复好了。所以西医很奇怪，他说：“哎，明明这个头骨都有裂了，哎，你竟然没有出血，而且只有肿，怎么可能没出血？”他不知道里面下了多少功夫啊，就是给他温敷啊、种种啊、按推啊，哦，那最后他有没有好？完全好啊。好，那如果看第二个，他是检查了，检查出也是出血了，那西医认为很紧急，一定要开刀。结果中先钟老本身是西医的啦，他本身就是医生啦，哦，在大陆的医生，他学过原始点，他知道我这一个好，所以他叫他不要开刀，那出来就照我的原始点。哎，结果好了之后有没有后遗症？完全没后遗症，因为他完全没有破坏过。那我本来要找一个破坏过，就是西医认为颅内出血，一开完刀哇就是更加严重。因为一般开完刀有几个现象，开完刀要立刻好的几乎看不到，因为他这个出血跟组织受损跟其他的病症无关，因为不同底相造成的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并非他引起的。那如果你处理他，肯定会更严重，甚至很多症状就会出现，因为你破坏了之后会加重体相，还有怎么样热能的消耗，所以很多症状反而更多了，很多人不知道。所以处理完很多是症状更多啊，还有怎么样变植物人
啊，甚至更严重的，就在手术的过程中就那个了，就走了。好，所以不动刀还是最好的方式了。那这一个检查出来，最后用原始点也没有后遗症。所以你们看，一个没有检查，一个有检查，但处理的方法有没有一样？有没有一样？完全一样。那即便我不知道它里面有组织受损，但我知道它肯定是患助体伤了。那最后这些也确定了，它确实里面已经组织受损。我这样讲你们理解吧？所以组织受损有没有跟我们的治疗，体内有组织受损跟我们治疗有没有关？无关，已经都可以看得出来。而这样的案例多到不行。我们再来看一个气胸的案例。气胸案例，我平时习惯喝冷饮，也多年抽烟的习惯，经常熬夜。于2017年5月21日的时候5:20早上起床后，发觉右胸怪怪的，有点压迫感，呼吸不顺畅，但想说过一下子没关系，就照常生活。到了2017年5月22日的时候，早上7点多，同样的症状，但多加了咳嗽，感到不舒服，想说应该没关系，到了中午才去看医生。到2点的时候，医生诊断为气胸，需马上开刀。我爸来过原始点，听过讲座，深知气胸是不会产生症状，而是因为体寒体伤所造成的。他就马上联络基金会的志工们如何处理。于下午5点的时候，我们办出院，6点的时候到基金会，由志工紧急处理，先帮我温敷喝姜茶，再进行按推。按推时，感觉非常痛的地方是上背部跟肩部。经处理后，觉得右胸就没有那么的那种挤压的感觉，呼吸也慢慢的顺畅。做完这些后，回家后也持续用暖暖包温敷，也喝姜汤。喝姜汤，然后它的做法为1斤生姜加1500cc 的水，然后熬制变500cc， 然后再加上人参5钱。2017年5月22日 ，X 光片与左肺相比，右肺明显萎缩。2017年6月5日 ，X 光片14天后，右肺大小有明显恢复。好，这个气胸哈，是真的。应该归功他老爸有来听课，他听了之后，他儿子已经打麻醉剂了，他立刻叫暂停，马上停止继续，然后他跟他孩子讲赶快出院到基金会来，我们当然就接了，他温敷按推立刻他就改善，那确定尤其揉完他就更加改善，那就知道他那个胸闷啊、胸痛，甚至咳嗽，很多都是由他助体相引起，跟这个组织受损，因为你不可能温敷，他马上肺就恢复嘛，所以他马上症状就改善，就代表根本两者不相干，也就是一个是患处体伤造成的，哦，像气胸那个影像是患处体伤，但是他的症状却由什么？他处体相引起的，所以你光按有时候他就改善了。所以如果这一个患者气胸的案例，我们也不知道啊，他有气胸，那我们做得出来吗？一样啊，我们还是这样做。他有没有检查对我们而言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嘛。所以你们这样一路看下来就知道，原始点要不要仪器检查？完全不需要，因为体内的不管西医讲的体内的异常，两种异常大部分是属于衰老，根本不需要治疗，只有一个异常形态的时候才要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
那组织受损呢？现在你们也看到了，他有没有组织受损也没有关系啊。你揉了没有效，换处体香，那可能是组织受损，你就给他内外热源，他自我也可以修复啊。好，所以这个就特别在强调这一句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，骨折的案例也是一样，有三个案例，我们看一下。手骨裂案例，好，他是摔断，他可能跌倒在地上，然后就撞伤了，所以他现在都有裂了，需要打。如果照你刚刚讲的，只是有一些裂，但没有跑掉的话，那我认为事实上根本不用打啊，这个太重了。那、你会不会痛？这里在痛是吧？这样子，他现在这里痛是因为这里引起的，总不会伸脱，等于从这一点一直痛下来。那这一点是这里的，所以我按这里，它是个痛点。那这里的痛，我要按这里，这个叫肩部延伸。它撑下来的时候，这里也按着。那你看，我们一直在注意他的患处，事实上他伤到的这些东西。来，我们再试试看。你再用大概点，会不会痛？有没有？手骨折案例。缘起，2015年7月20号上午约10点左右，87岁的母亲站在小板凳上，踮脚尖伸手取高处物品，一个重心不稳，双脚踩空，身子突然往右前方跌下，右手掌不自主地往地板上用力一撑，导致右手腕骨头断裂。扭曲变形，马上疼痛难当，整只手动弹不得，于是立刻去挂急诊。我们私底下就已决定不开刀了。医生的处理，用固定器材石膏固定母亲下手臂到掌心和指头，这部分我们是同意的。医师也开了3天的镇痛剂及筋骨损伤2种药，并嘱咐我们3天后回诊，但我们既没用药也没回诊。当天下午从医院回到家以后，马上以姜粉泡温开水让母亲喝下，接着以红豆袋及暖暖包从肩胛肛以下到手臂手指头尽量给予覆盖，即使有一部分隔着石膏，也都密集地进行长时间温敷。接着按推肩部原始点以及肘部原始点，同时也按推头部、颈部、上背部和肩胛旁内侧，大量温敷加上适度的按推，让母亲心胸舒畅，疼痛明显舒缓，当天晚上得以有好的睡眠，有利于恢复好的体力和精神。第二天7月21号早上，母亲一起床，我们就帮她进行安推，仍给予红豆袋温敷，并让她喝姜汤，4两生姜以12碗水熬4碗，分2天喝。这天他的手虽然还是肿得发亮，尤其手腕和手背处，但母亲说疼痛已减轻很多。3餐饭菜尽量采取淡味及姜味，坚持温热性，暂时当然不能吃任何水果，并让他多走路作为运动。感想，这个案例属于本处体伤，又是老年人骨折，
修复期本来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，但从7月20日至8月9日期间只有约三星期左右。前后比对，2015年7月20日、2015年7月22日、2015年8月9日。母亲的手从一开始的疼痛、肿胀、动弹不得，到可以捻佛珠、吃饭、洗澡，将近90岁的老人修复力这么强，实在令人惊讶。手部骨折案例。那骨头断多久了？断那还在痛吗？你把它拆开好不好？两个月不要包了。你现在痛哪里？你先看看，现在这样痛不痛？会哦。好，那来，你站这边，我站这边。那能叉腰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还可以。好，那就这样。这里痛不痛？哎，还可以。啊，这里呢？啊，这里就痛了哈。这里呢？这里超痛的哈。这里呢？这里啊、哦，你伤在这里，结果包那里，是吧、啊？这里痛不痛？啊，这里还好。好，那就是这里最痛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这里解决。这样已经揉好了，快不快？快！哎呀，这个一分钟内没有做好，我也觉得对不起各位。好，这样，来，你再旋转看看。哎，怎么样？很松了哈、哦。对呀、啊，你病不在这里，那干嘛包这里包得那么好看？不要再戴了啊，知道啊、哦。这三个案例同时放给你们看，都是骨折的。那你看前两个案例多久会好？刚好很恰好都是21天，不管老的或少的。然后你看那个年轻的，他本来这里肿，对吧？然后如果今天他不去检查，我不知道骨折，那原始点有没有办法处理他？有没有？有啊，他肿又痛，那痛多属他处体相啊，所以我按肩部原始点就解决他的痛。那按完他肿会不会消？不会，那就是患处体相，那我就要温敷咯。所以照这样温敷，然后按推，哎，21天就修复了。那第二个也是这样，第二个有去检，第二个也有检查，但检查完他还是用原始点的方法，所以才能21天。那第三个就是西医检查、西医治疗，结果两个月了，肿消了，但是痛还在。我们刚刚已经讲，按了马上不痛，肿还在。啊，这个刚好相反，它是怎么样？肿消了，时间够久了，身体已经修复好，但是痛呢还在。为什么？它没有从开关下手。那西医误以为他的痛就是原来的骨折没有接好，所以叫他还要再去开刀一次。他妈妈紧张才拉到基金会来。那我一看，这个就是很简单嘛，这就开关的问题嘛，跟他的原来骨折已经完全无关了，所以我叫他不要带。但你看西医还是叫他带，还要准备帮他开一次刀。哇，这个就差很多。那原始点一按，他就松了，就好了。他干嘛还要开刀？他马上就知道答案。所以你看，没有原始点，你怎么判断？然后好，回归正题，如果体内像骨折，也是组织受损了、啊。那如果我没有照，我不知道他骨折、组织受损，那我有没有办法治疗？有没有办法？也有嘛。那治疗方法也不会因为它有我有什么变化，不会的。所以这样看，
根本两套是完全不一样的诊断，然后其实高下应该从这里已经立判了。然后我再看这里哦，还是要点一下哦。你看我把他们检查出来的三种，一直绕在异常形态跟组织在讲，但是我最后只有轻轻交代异常指数。为什么？异常指数根本就不用连提，本来都不用提的，所以我只有轻描淡写写下几句话。至于异常指数，只是怎么样？抽象数据，它不会造成底箱，与病症怎么样无关呐、啊？所以怎么会异常指数也变成疾病之因呢？这个太不可思议了。然后为了控制那个指数，哇，搞得人仰马翻了、啊，甚至不必要吃药的竟然吃一辈子。我相信在座的或许还有在吃那一种异常指数的药，比如高血压或糖尿病的，有没有人在吃？有几手我看一下，你看还是有啊。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吃好呢？如果听到这里啊，我相信，如果真听懂，你们还会不会吃？有些听懂了，他立刻就停了，因为这个异常指数根本是一个果啊，而且它是抽象的，它跟体相也没有关，跟疾病完全无关，它是一个自然的现象讯号而已啊，你不用控制它，就这样而已。所以这里我只是说异常指数连提都不要提，但很可惜的，你们检查的时候进医院都一定要抽血，抽血为什么？就是在指数，那这些指数是完全跟疾病无关的。好，那这里我们再继续看下面。总之，医学并非要解决衰老的异常，但如果为了解除症状或检查正常，却将异常当成诊疗对象，那就犯了将衰老当成疾病而使病人变多，与捣鼓为因而说疑症多因或果生果的过失。如此诊疗不仅违反自然规律，还超出医学范畴。好，这是我的结论，因为他已经西医已经很多是超出我们的常规。我们本来自古以来，不管自然医学也好，中医也好，都是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，只有西医最猛，他一上来就完全推翻。那症状是身体自己病人是可感可见的，他完全自己可以诊断，这一完全推翻，病人真的就任由宰割了，他无从判断，然后只听从仪器，那仪器检查错误百出啊，老病又不分，哇，这个是最大的问题。然后又把异常形态、异常指数当成疾病之一，那很多根本都不是，那就更大的问题。那即便他检查出组织受损来了，他有这样的功能，但问题你没有检查，我们也可以治疗出来，从症状就可以治疗出来了。所以这样的努力，他们的所有的努力，现在在我看法，哇，弊多一利啊。所以如果像组织受损，如果你从组织下手，那肯定更严重。我们刚刚在谈脑中风、脑出血那个，我们再放一个案例补充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看一下中风瘫痪案例。颅内出血嘛，嘿，对，是是是，所以那开完刀现在情形变，就是这个瘫，没办法讲话，这一个瘫了，这个也瘫了，对，他没办法讲话，对不对？没办法吃东西，嘿，了解。那没办法吃东西，都插鼻胃管，用鼻胃管喂食哦。哎，对，是啊，喝点东西他就会呛到。了解。那当时候发生的情况是怎么样？他说他不舒服，他脚会麻，啊，我们就想说哈，
赶快把他送去急诊。哦，脚麻的时候他还有意识吗？有有有，他都一直没有昏迷。他都一直有意识。有有。那他只有说脚麻，然后去检查出来。身体不舒服，然后我们送急诊，他就说就照就说脑内出血，就给我病危通知。了解。啊，所以哈，是经过一个礼拜才手术。对，我才送到。去动手术，要那时候要救命。那时候虽然已经淤血了，很严重了，哈，西医也这样讲。但是那时候他情况怎么样？会比现在差吗？应该哈，是他那时候还会讲一两句话，还会讲话，还会吃稀饭，还会吃稀饭。对，手术以后就不行。就是连讲话也不行，然后就没办法讲过一句话，还有吃东西也没办法吃。对哈、哦。好。我就是放让你们这样比对看看。好，西医知道组织受损，其实我们人体本来就有自愈力、修复力，你只要给它热能够，它就可以修复，而且完全没有风险，而且你只要照这样处理。一般都可以完全康复，但西医不是哦。你一检查出来，他就准备开你的刀。那问题开了，好，他的症状本来他进医院前他还会讲几句话，还能够吃饭，结果开完刀，他情况有没有改善？不但没有改善，反而更怎么样？更加重了，而且连手脚都动弹不得了。以前还可以稍微动。动作还不像现在这么严重，所以反而你从他找出来啊、哦，说是疾病之因，不是根本就是果，那你又从果下手，又伤了因，也就是伤了热能的问题，还有加重脾伤，所以他的病情就严重。很多人搞不清楚，以为真的要这样处理，啊，事实上这样的处理是更大的问题，所以。你与其这样知道，然后又处理错误，不如怎么样？不要知道了。所以有时候我是这么看法：本来从症状就可以了解你、判断你身体的一切，结果你现在舍弃了这个最快速的方法，然后一直想探求你体内有长什么，有的没有了，结果到底是福还是祸？所以哈、哦。有一句话奉劝各位，体表以内的最好不要知道，简单讲就是天机不可泄露。想知道最后倒霉的是谁，你们应该更清楚了。所以整个从论果其实已经把西医中医、哦、整个的思维体系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你们听明白了吗？听懂的举手，我看一下。哇，那太优秀了，这样就都听懂了哈。初步了解了哈，我就是再放啊、那个植物人的给你们看。哦，植物人案例。我现在要分享的是原始点救醒我妈妈，我妈妈的过程。是植物人案例。在2012年5月初，我妈妈在浴室内摔倒，经过医生电脑扫描之后呢，发现到脑积很多淤血，要做手术。但是我的妈妈因为年纪大不想做，那两日后呢就昏迷了。那医生说她呢因为昏迷了，给我们两个选择。第一个选择，拔掉他的喉管让他走。第二个选择，插入营养喉和氧气，在他在床上做植物人过他的一生。我不忍心看到我妈妈在床上做植物人，幸好有人介绍我去旧金山推广站找到陈经理，教我怎么做手法帮我妈妈。曾经理陪我去妈妈住的疗养院，帮我妈妈做头部原始点按摩之后，
他对我说，你妈妈有的救，因为他看到我的植物人妈妈眼皮有洞，他再三叮咛我，要我帮妈妈继续按推温敷，我不断帮他做，直到第三天，突然之间呢，他醒来，还认得我们全家人。这让我对原始点很有信心，继续做，帮他做原始点的全身，他慢慢痊愈。医生复诊的时候还觉得很惊讶，我妈妈竟然可以恢复，可以坐回轮椅，可以饮食。刚刚那个植物人案例哈、哦，主角还在现场，好，我们来让大家看一下，这些都是真人真事啊，而且西医已经束手无策了，而且跟他讲的那么严重，只有两条路，要不就拔管，要不就是这样过一辈子，啊，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个另外一个植物人。植物人案例，我老婆在2013年的2月4号出了一次车祸，导致开了5次楼，输了100多斤血，在真正监护室待了3个月，昏迷7个月的时间，一号成为了高危植物人，幸好在医药早上复医，复二襄阳公安康复医院住院1年8个月。引掉费用170余万元，家里面连房子都卖掉了，一次病情不仅好转，幸好多次咨询广州北京深圳等有名的教授，已没有一个好的医疗方案。为什么说他高危植物人呢？这是医院里定的，他有退位雇佣几十个危险，除了他是植物人以外，而且他还有三高，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，两个概念严重癫痫，身体虚弱导致经常感冒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2014年10月份接受了原始点，接受原始点以后就是要按摩，一条脊椎提取原始点，按摩以后又马上敷红豆丹，姜汤呢就是喝冷姜汤，功夫呢就是头部、颈部。就是老冷包睡觉，我们就是一个电力横的带，外力的温敷，基本上是25小时左右的。就要通过这些办法有了明显的好转，现在能够实现部分生活自理。现在呢，他好在什么呢？第一个他自己会吃饭，第二个呢，他现在的学医啊、学习啊，他自己会。第三个呢，我们可以开进行简单的交流。我问他，我说老婆早上好。老公早上好，你辛苦了。自己徒手走路，一次能够走200米左右，爬楼梯能够从1楼到18楼。这样，好，不错。幸好我的目标是要达到全国社会主义。2年以后，我觉得准备呢，带着老婆到联合国的去旅游。这个所有的专家西医他们自己讲也最后都束手无策，而且他已经散尽家财，而这个患者本身也是一个医生，他认识的太多了，但他本身也没办法。那我本来还有一个植物人，但是他没有进医院，因为没有检查，我就不说了，因为你是用西医的角度，那这些都是西医自己确定，我已经没办法了，而且双手一摊，那也许他是哪里出血，可能跟你讲法一样或不一样，我不管他，但是同样用这样的方法都可以改善。而第二个，他如果不要经过5次的开刀，我认为他应该如果一开始你就不要破坏他，就开始修复，
他会好得更快，这个我几乎可以百分百这样确定。那现在中风这个问题，其实我也不大想说，对原始点而言，如果做资深的志工都把它认为是怎么样小 case， 我只能这样跟各位讲。现在我不想对中风的这一个案，各种案例，包括脑梗塞也好，脑出血也好，对我而言那个是组织受损，那个不难处理。而延迟点现在要克服的反而不是这些，我认为已经在延迟点的过程中，这个应该是已经可以攻克的一个山头了，不是我们要再去谈它的。但是因为刚好台下有人这样提，所以我再放给你看。那再严重的，因为现在中风案例我都不想收集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太普遍了，随处做都很容易就做起来。我上次来这里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志工，他说他的朋友还是怎么样，就在医院中风了，他说我要去救他，几天后来跟我讲已经起来了，可以出院了。就这么样，他也不给西医去开刀，那就把他搞定了。那这种案例因为太多，所以我认为不需要再特别提。但是今天重点不是，我认为今天的讲课不是在展现原始点的实力，我认为这个已经过去式了。早期一直在收集案例的心路历境，我认为那个一直要证明原始点是有，但现在不是，是要把怎么样道理说清楚。中医、西医还有原始点，它有些为什么能治，有些为什么他们治疗会是这样，然后中间的它的差异在哪里，一定要用就是没有学过医学背景的人一听就能听得懂。像我今天这样演讲，原始点因为是做出来的，所以是做出来之后我才点点滴滴把它建构成理论体系，然后从西医、中医，然后整个观察下来他们治疗的结果怎么样，然后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现象，然后他们为什么检查出来有各种说法，然后把它用最简单的语言把它表达，而不要再讲深。如果你说肿瘤好了，西医又说有一些很恶性啊，有一些又不恶性，哇，那这个都越讲就又没完没了。好，所以有一些在谈课的时候我会看情况，就是以一般民众能接受，然后又可以完全很快的理解一些医学的一些概要，然后最重要的是你听完就可以做得出来，原始点不再空谈。也就当我讲完了，你们如果如实的照做，今天马上有中风病人，你们马上就可以接了，就要有这样本事。那原始点就是既然是做出来，就是真正在利益众生，所以它的推广是怎么样来帮助一般的民众，那让他可以避开比如说一些检查的问题，因为你一下子没办法厘清。但是原始点教你按推，马上就可以知道是他处还是患处。那如果是他处，就可以证明所有的检查都是没有意义的，因为西医没有他处体相的概念。我举一个最简单的，不是我看清西医，是真的他没办法，一根指头痛就好，这一根指头痛他们有没有办法？没有办法。我跟各位讲真的，他只有用止痛剂一直控制到甚至变形了，他们就会给他一个病名叫做类风湿性关节炎，就这样，然后越搞越糟，然后什么时候会好？没有无止境的。但是你只要一开始这里揉一分钟它就好。所以为什么很多西医会学中医的针灸针刺穴位，因为针可以找到他处的开关来解决症的不适感，西医没有他处体相的概念，所以只能照出来。所以我刚刚放了很多案例就在说明这一点。那这一点又重不重要？有没有重要？非常重要啊，因为它既可以治疗，然后又可以做诊断，让你马上知道这样的检查有没有意义，那就可以省掉很多的钱了，很多的摸索。好，所以这一堂课是要让大家照顾好健康，而不是在理论的深言下讲一些你们听不懂的，比如它长在哪里，哪里出血，哪个部位会比较严重，哪个那个不需要谈。其实身体本来全身都可以修复的，以原始点的理论是这样。好。
好，那我们这一堂课先谈到这里。